比在我这儿吗？你还带着这么专业的那个？这个是摄像，有一位贝壳不知道从哪儿搞过来的。对，我最开始连开都不会开，后来研究研究，终于打开了。还研究完了。重点是，这个是有手，这个后面是两个眼睛，中间我们觉得这个背景安排的很巧妙。我要这个吧，那个前这个人的腿好打我们搞到了牌儿，从不是你们怎么搞的牌儿的？就是去停车场。对，我们停车场，然后刚好看到两个人出去，然后他就追着他要说：“你们是不是要走了？”哎呀，我们这个需要点牌儿，然后就给我们了。哎，那挺好，好聪明。哎，我妈上回就是这么干的，她教我的。九月，你们俩都在北京吗？对，9月26号我来了，你就是我妈一直在你旁边在拍。后来下台的时候，我从学校赶过来了。嗯，你在哪个学校？在首师大附中读高三。哦，你才高三啊？啊，才高三。他见过你啊？他想几岁？你俩都挺小的，应该差不多也高三的。没有，我大三了。啊，大三了，对了，大三。哦，他打篮球打可好了。是吗？啊，上回我们那次他跟清华打球，结果打赢了我们那次。那你在哪个？我在华北电力。我算是吧。福建沙县的吗？哦，我知道沙县小吃。啊，吃的。哎，你那刚才那一摞怎么办？你一会儿这个可以传到贴吧里吗？哦，这是部长的，不是，这是那位部长，情报部部长张红。就是对他比较厉害，他搞了一台高科技的产品。高科技的产品。这怎么抓拍啊？我看看。不能要照相。啊，对，我是全能的。嗯，左手。你几点上场？上午应该马上上场了吧？你跟尤亦菲是从小就认识吗？哎，不行，我这点会说。会说。我拿了一个试试。哎呀，太好了！三脚架嘛。全买了，拜拜。上会上还有签名。下次再实现。3、2、1。哎呦，相当虚呀、啊！好吧，来，你给我拍一张。没拍虚吧？没，那我就不知道了。我是记，没事，记得要拿着，记着拿着，显得专业。这个，你要把闪光灯打开吗？算了。我没有拍。没有闪光灯拍的。哎，那就不知道了。没事，跟手机拍的应该差不多。对对对，他们楼上大概有，我们今天拿了多少张票？咱们今天拿到多少张票？你们这还有票呢？啊，不是，我是说我们在楼上那个拿到票呢、哦。我们就今天我们进来一共大概10个人。15个人。哦，有人来了。15个人，这是华谊公司给我们的15张票。是那个老师。张小龙。张小龙一点。哎，阿老师，那是北京后援会啊？对对，我是负责。那你是北京后援会的会长？啊，差不多。那你辛苦了，维娜姐最辛苦了，好多了，好多了已经，就还有点疼，但是已经不咳嗽了。你看你这多腼腆。明天是什么？明天是国际圣洁日。哦，中国传媒。对对对对对。集体庆祝。来了10个人的团，看你好啊，替我为大家好啊。哎呦，等。我刚才啊，来说几句话吧。好吧，那个贝壳们呐、啊，那个大丽娜，非常谢谢你们，每次都是能够这么支持我，那个
在这里问大家好，希望大家在冬天的时候多多注意保暖，像我一样多穿点衣服。然后我会继续给你们唱歌，耶耶。多多穿衣服是大家想跟你说的。我们好想知道下一首歌大概什么时候能出啊？各地的会长们，我是大丽娜，你们好啊，你们要多多注意保暖哦。我现在的病好多了，已经感冒已经走开了，然后咳嗽也不咳了，然后现在一会儿就上场唱歌了。OK， 他们已经死了。北京真是太冷了。啊？我说北京很冷啊，一定要多穿衣服。对，上回跟姚妈妈聊了好一会儿，但我们又溜，我也是溜进后台上。对，你们还说那个什么微博网挂的那个，应该是我妈妈看那个微博，她好像不会退出，好像是，对吧？我说哎，怎么老挂呀？我拍妈妈就是北京后援会有一个拍照拍特别好的，就是我们拍的就拿的妈妈呀，我妈就上回坐你说就跟你坐在你旁边就啪啪啪就在那儿拍。啊，上次那张卡片你记得吗？就是对，我特意做了挂在树上的那个。我知道那个。哎，这个这是在石家庄拍的，还有那个水晶杯也都挺好的。啊，对，水晶杯是山西后援会给做的。这个四川的特别好看，我特别喜欢。而且这个纸做微博的纸质也特别，纸质是就是签名不会掉色。对，帮我们签这个吧。好，这个青莲。对，我妈是青莲，我是。对，他妈就是青莲。就他那个相册是不是？对，就是签前面好啊，签背后好啊。前面吧。前面哈。我喜欢这张。真的吗？就有两张，给你一张吧。哎，对，我们刚才还托郑晓，对，就是郑晓拿过来那个相册，相册到了，对，那个上面有各种签，有各种祝福，就是他们上周写的。这个好，好嘛，看这个，啊哎，这个手机壳，手机，哎，我也去做一个手机壳，给我看个壳，来拍一下。哎，放大。好看吗？哎，我高三的时候用的是黑。早睡早起身体好，哦不，早睡晚起身体好。可以给你照张相吗？哎，可以。哎，我很喜欢你的，我老是太小声音，就特别。来帮我照一张。都收走了。好，还剩点哈。啊？要不要？谢谢。很期待你过会儿听你唱歌。老伴姐姐现在特别好听。一、二、三，再来一张。咱们先看一下拍的没少虚吧，咱们俩那个。应该不会。相机呢？相机在哪？在你口袋里啊？不在我口袋里啊。我给你了。给我了吗？不是不行是吧？可以说一个微信或者什么，就说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不好意思。哎呀，虽然虚的厉害，但就是。你们好，谢谢。哎，放大。啊，虚啊！你们拍的那个，后来是换了手机。啊，那我给你拍，你拍虚。我认真拍的，别帮我拍了。那个。哎，先过去了啊。